其实我觉得我老公也是这样，我看了有点感触。当姐的时候就压力特别大嘛，有一阵子已经想不想去了，那个时候他反而鼓励我说，你都已经走到现在了，你都已经有回来的勇气了，你有什么没有勇气再往前冲呢？就类似这种鼓励反而让我在我的事业上我的工作上去展示更多的自己。